对哈、哦，哎，对哦，这是个很大的考量哦。所以他干嘛去？一po网，我跟你讲，微信都啊，对。那很简单，而且你要知道，你去如果有办法帮人家改善，去可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嘞，感同身受啊，感同身受没有人会理你的。泰鲁哥他也不能改善，他也是去感同身受啊。泰鲁哥至少还有赔偿哦。对了，那你这个家里的东西要赔偿认定又难。你知道我们的，我直接讲，我们的常常灾害损失认定赔偿那个标准是很离谱，什么一定要淹到几十公分，几公分几公分才算，他是这样算的，用几公分去算，对，没错。然后那这种东西他也不能随便改，因为那个改一下就是几千万出现，对，所以这个也很难改。然后呢，你去挨家挨户每一户遭遇到这么多损失。他怎么讲？因为他也不敢保证，搞不好过两天又要淹了。嗯，这是第一个。你搞不好雨还没下完，各位南部朋友要注意啊。对，因为我们台风季还没过完。对，什么时候会再淹，没有人知道。然后他也没办法陪你，那去要听你干掉他，那我干嘛去？我干脆不要去。而且这个是慢慢的事，不干他的事啊。我跟你讲啊，政治上处理都是这样。比如说你那个地区淹水呗，有那个受损嘛，对不对？村长先去一下，对啊，那村长你整理整理一下啊，然后你再选几个代表，那见县长，那县长你再整理几个代表见行政院长，那行政院长你再整理几个代表见总统，最后代表行政院整理出来的代表就是那个里长、那个林长、那个市长跟行政院长，对不对？啊，就是几个长去见总统，重点是达民众的心声，对，重点至少你见到行政院长跟总统的时候。不能是没有臭干辣椒，而是要一片祥和。总统在安抚他，然后他很感动，谢谢，感激总统。对啊，这个就可以塞出来，再演一下也可以啊。我就觉得，哎，我真的觉得，我们来来来来来，阿哥被攻了，来来来，这一次的勘灾啊，云林是重点。啊啊，嗯，云林。那刚刚各位讲的都有道理，但我讲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因为云林是国民党执政啊。嗯，而第一个是这样啊。嗯，那因为你像说淹水补助的话，五十公分那是固定的啊，多少那领多少钱，这固定。好，农作物发生这些耕烂了，陈吉仲是要去表演一下，但是蔡英文不吃这一套了。您说嘛，金鸡玉叶，你提那个拖刀来跟我比？哦，所以他那一把他看都不看一眼，可是那一出戏的主角是谁？那一出戏的主角，蔡总统脚上的名牌皮鞋，我们需要苏志芬呐。哦，我跟你讲，他们两个是重点中的重点，他的感情很好。然后云林呢，最近呢、啊，就这两年来，县长要去争取的补助都没。那你要透过苏委员，苏志芬当时会出来检，也是蔡总统拜托他再回来的。我在这边再给你打，给你断一条耳朵了。2022搞不好就是他出来跟张立善在拼了。哦，看起来是。哦。所以现在就变成所有的补助最后会落成是苏志芬去争取的。哦。你可以看到。整个张立善都无奈，然后他所有农会争取的农委会的补助，全部跳过县政府，直接给。你看这种政治的执政党是这么样在盘算政治利益啊？为什么去看云林？他虽然也不大敢外面去啦，但是苏迪芬甲拜托伊袂使无去啦。去啥呐？去咧做中央苏迪芬，这等是咧做中央管政府的，你咧？原来是这样哦，有啦有啦有，所以其他这个淹水的县市，像你台南，我嘉义也有去了，嘉义也有了啊，嘉义哈，嘉义去看空心菜，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要去看一下，台南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高雄都等不到总统跟院长的啊，你高雄又不一样哦，你民进党要洗定不罢呢，你到淹水的地方，我跟你讲。我们南部是很彪悍的，就给你干掉了。我在淹水，你就把它全泼哎！你在公上，我跟你讲，那是不一样哦。那你看农损的话，因为我跟你讲，都已经打过照面了。
会甲恁补助哈，今仔即届补助会较侪，我拢讲好啊，已经爬过走位甲来做戏，互恁看，你敢安尼呐？对啊，拢瞧好势啊啦！啊、哦，总统带人家来，你不要去呛声吼，请这个补助，我今天会这个从简、从速、从优啊，你好不好？然后总统来，大家就闭嘴这样。可是淹水的民众很难瞧啦。哦，对。啊、哦，就是亮哥讲的嘛，农水一体适用嘛，淹水哦，拍桥。我家淹水，管你谁来，我一定干掉了啦。好，来，保证的啦。亮哥，等一下，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也要先问你哈、哦。来，那次纳莉水灾，我们中山区就一堆人淹水啊，打个电话搞个无赖。一定的啦，家里淹水一定是搞、啊，所以嘛，以前马英九你就蠢嘛，哪里淹水哪里去，整天去那边搞，搞完再出来被他做文章。好吗，秦总统，好不好？哎呀，真的是，好来了。高雄哈、哦、不去没关系，好，我特别关心高雄，为什么高雄不去没关系？为什么？我想问一下阿勾，简单嘛，高雄淹水又不是陈其迈的问题，是韩国瑜的错啊。高雄淹水都怪韩国瑜，哪来的神逻辑啊？这个 We Care 的神逻辑，来，我们来看 We Care 说什么。他说，还记得去年五月在防灾会议后韩国瑜的发言吗？哦、去年六月被罢免，就给勾扯去年五月哈。韩国瑜今天在防灾会议后提到，治水是一个良心事业。上个月水利局把10500个箱，还没讲完。一旁的水利局长李荣威赶紧跟韩国瑜咬耳朵，更正是236处，哦、不是一万多，是236。所以 Weekler 说，韩国瑜喜欢夸大其词啊，哦，执政期间不断强调陆平治水、清水沟都很厉害，但实际上如此吗？啊、哦，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以照片视觉来营造清淤工程很厉害的谎言，在持续性好大雨的最近，高雄路面出现坑洞时，韩粉们又纷纷跳出来歌颂过往韩岛的神迹。那我们就为大家整理一下韩国瑜执政时期的天坑清单。来，各位，韩国瑜执政时期的，让照你的逻辑啦 ，We Care， 哦，是男子，正是男子，还是算对你客气的、啊？我叫你戏笨手啦，哦，戏笨手，好不好？来。照你的逻辑啦，陈其迈现在执政出现这么多的天坑，天坑之城，哦，这个天坑坑男陈其迈，哦，名侦探柯南陈其迈出现这么多天坑，谁的问题？上一个市长混蛋叫韩国瑜的问题，那 OK。假设陈其迈现在出现陈其迈执政出现50个天坑，这50个天坑，你说韩国瑜要负责？韩国瑜当市长一年多，出现5000个天坑 ，We Care， 谁要负责？谁要负责？要不要去把你们的大姐大拖出来，从监察院拖出来，拖出来编，拖出来屌，敢不敢？陈其迈当市长的天坑，韩国瑜要负责；啊，韩国瑜当市长时候的天坑，韩国瑜也要负责。啊，照你的逻辑就是陈局负责嘛，可以嘛？比烂大家来比嘛，看看是韩国瑜当市长天坑多，还是陈其迈当市长天坑多嘛？看看是韩国瑜要负责的天坑比较多，还是陈局要负责的天坑比较多嘛？啊，真的是笨手呀，那个瞎扯，乱讲。各位，我不是一个瞎挺谁谁谁的人，但真的太离谱了。我跟你讲，我也不会说这个天坑是陈其迈的问题。谁的问题？陈局的问题。戴总的 WeCare 就把陈局给我拖出来编，就把陈局给我拖出来骂。丢小好就拖陈局，少在那边给我扯韩国瑜。垃圾，来牙膏，我先问一下牙膏。好，就说韩被罢掉了哈，6月6号去年罢掉以后，那补选的陈其迈现在也做了一年嘛。嗯。那以民进党的属性啊，你想说民进党的从政同志，他有必要去夸赞韩国瑜吗？那你可以闭嘴，你讲这种似是而非，不是似而非，是根本就胡说八道的事情。那没有民进党的从政同志是不可能去夸赞韩国瑜。那、啊、当然啦、啊。可是为什么有人去夸赞韩国瑜？就是良知嘛。嗯。就说当我是台南市的议员，我是台南市的民意代表。如果换了一个国民党的人来当市长，可是做的表现出来下了雨以后，
呈现出来的，跟以前赖清德在这边、黄伟哲在这边、以前的张灿凤、许天才做的，那确实你做的比较差。我就必须要以台南市民给我选票的那种良知来评论现在国民党这个市长、没错。所以为什么他们的黄明泰他们这个民进党的议员，他们要干掉民进党的官，他不好意思干掉陈其迈啊，他干掉民进党的公务局，奇怪，高雄市政府你干掉他干什么？他说你们做的比韩国瑜还差。我何必？他何必这样？他也没有必要去得罪陈其迈啊、欸！他们没有良知嘛！所以他就是说，你陈其迈现在这个团队为什么光是一个铺路，你就做？而且这是在讯息来之前讲的。好，那讯息来了以后，自然雨通刷下来就知道得没有穿裤子嘛，哪一条路会有问题？所以韩国瑜那一年半啊，铺了640几条道路。为什么这一次下这么大的雨，民进党的议员要打电话去跟川博谢谢？就是因为你落实的在这种机制，而且我跟你讲，这十多年来啊，我们确实从台北引进了某一些科长级以上的到处长的这些公务人员，所以所谓的路平专案就是说，当你柏油铺完了以后，一般我们南部啊以前是这样的。柏油大概铺到最后的时候会打水哦，为什么？让它降温快一点，对，等一下就让你车子通。哦，但是一降温就破坏品质了。对，那台北为什么郝龙斌当时的路平专案会挨骂？因为它全部铺好以后，那温度还很高，它要48小时让它退温。那大家在开车、骑车的人说。明明都做好了，为什么不能让我过？你必须被骂。可是你那个柏油路的品质硬度，你就可以撑得更久，而且更坚硬。所以那是不一样。所以做路平专案，川博他是这一套拿到高雄来。所以这个民进党的议员为什么要打电话谢谢他？因为这是我的选区，这话波琼姐，这是连改啊，就在讲我们小港的沿海路啦。沿海路呀，我小港人啊。好，那他就说这个都是重车不断来回嘛，所以很容易有窟窟窿窿嘛。这一条路，四川就补了那条路了。我们所有的货柜车、对砂石车都从这边经过。对了，对了。这是屏东要回来台南嘉义的砂石。都从这边过，那为什么送车这么多在压？这一次民进党的议员要给川博这个温暖，所以你要看，那你怎么做嘛？那为什么陈其迈你不出来反驳？所以不必去谴责说谁做得好谁做得坏，市民最有感受。我一直问高雄市的计程车司机了，就说他们一直跟我强调，我真的办案，我都不出去打，我讲为什么我要？了解为什么你不投了？你没有出来罢。他说我每天呢、要开100-200公里，我就每天在跑车，我们感受最深了。就是说我跑在这个车的路面，其实车的路有没有平，对我车子的命，对他们最知道，这车子的寿命影响最多啊。没错，所以他载客也好，他感受很深。伊讲我唔捌看到迄个起点，我这就看这个案例。那当然罢免是一个事实。那为什么人家讲说还韩国瑜公道的必定是陈其迈？对，因为你为什么你不愿意录屏，你不愿意灯亮，你不愿意水沟通，你纵然有做也不愿意做多，你只做一点点。为什么？因为这是韩国瑜很平凡的一个口号，但是你只要做到这三点。喊到这三点，人家就会把你的一切跟韩国瑜来做对照，所以你就越路不平，灯不亮，水沟越不通。这次你看看，你是到了雨下了以后，才叫环保局的人出去在清淤，你是对还不对？我跟你讲，每个我们清淤一定是5月份，因为5月开始经过来就梅雨一直要进来，要先清嘛。为什么到大雨下了以后还可以清出那么多污，就是前面都没清呢。啊，对啊，
这问题的底下，那没有清当然就要淹水嘛。哦，你看看，我跟你讲很简单了，各位要去反驳哦，这个什么下面下面 we care 啦，你 k k k 你几个逃啦 ，k k k 什么 k 啊 ，k 修啦 ，k 修你厉害啦，四个人 k 修啦，到处蹭到处蹭你搞啦，你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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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什么东西？行嘛，那很简单嘛，韩国瑜补了多少条路嘛，400多条嘛，那去把高雄天坑统计一下在什么路上嘛。去对照一下有多少的坑是在韩国瑜补过的路，有多少的坑是他还没补过算在陈菊头上，这一对比不就答案清清楚楚吗？都不要争嘛。那如果韩国瑜补过的路真的又出现天坑，那当然你要骂他我没话说嘛，那大家去对比嘛。我跟你讲，陈菊那个5000个天坑啊、哦、是2018年8月30号，嗯，对啊，就是823啊，对陈其迈的选举重创。对啊对啊，就823啊，就一连串的啊，所以你得回真好意思。嗯，那你回韩国瑜，然后人家再回去陈菊啊。对啊，你现在去回韩国瑜的天坑，韩国瑜又没有要去选高雄市长，陈其迈的对手不是韩国瑜，你惊啥？因为他们要选议员啊。对哦，不会啊，放心啊，这次没有韩国瑜，民进党朋友很好选啦、啊、哈，国民党朋友加油好不好？啊，加油加油啊，加油！来，这几张图我真的蛮有感的，啊，我没有觉得很好笑，但我觉得很悲哀啦。好 ，SOS 天坑，这什么电影改的啊？李光洙，哦，韩国电影改的，因为9月3号就要上映啊、哦，这部电影啊，对，在高雄啊，真的叫天坑啊，对。哦、真的、啊、哇你这哦对哦，所以啊，这真的是一个、啊、这真的是一部电影哦，这是电影哦，我以为这是改的、啊、它真的叫天坑啊，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家掉入地下500公尺深的渗血中，深度直达一个台北101，好、哦、所以他哦啊，对不起，对不起，各位，我以为这是改的。8月11号上映，还照，所以真的有这部电影是吧？抱歉，抱歉，抱歉。好，再来，那这个不是了吧？哈，6天4坑，舍我其谁 ？My City， 好，天坑之城，庆忌之都原班人马最新巨献。好，庆忌之都之后是天坑之城，再来这个，来，南部噎了半个月，他也玩了半个月的脸书。好，今天他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拍了一个影片致敬冬奥英雄，嗯，还在冬奥英雄，嗯，好，所以下面就问说，这个蔡总统你知不知道高雄啦、啊、彰化啦、啊、云林啦、啊、高雄啊，好，这里到处淹水，你知道吗？我们淹了半个月啊，你玩脸书玩了半个月，还有这一张，哇，好帅哦，真的是，你看，事件看好了，天坑之城，名侦探应该是名侦探，名就是那个柯南吧，哈。坑男陈其迈，这名侦探柯南变成名侦探坑男，啊，这个网友是蛮有才的了哈。不过我跟你讲，每一张有才海报的背后都是什么？我跟你讲，都是高雄人南部乡亲的血泪了。好，来这个 Eric 来好了，这个所谓的 We Care， 我觉得讨论它真的是浪费大家的口舌。没有没有，不会浪费。把它拿出来痛干掉，观众觉得很爽，我也觉得很爽，是吗？高雄的乡亲，请你看清楚，我不会讲说你看活该，怎样你要哦，不会，这都是你们的选择，我们都尊重。好，但是如果你还有选择，请你真的认真仔细思考一下，一个市长做到这样，被议员爆料邱于轩告侧翼抹黑、说谎、假消息，然后市政没做好淹水天坑，他说是韩国瑜的错。又是用侧翼去卸责、去逃避责任，那你自己想一想吧，好不好？高雄谁去选我也不知道，可能国民党根本推不出人。但这样的市长，OK， 好不好？来，这个，那 We Care 名字可以改一下，就是说其迈的错 We Don't Care， 嗯，哦，他们不在乎，他们只在乎自己的政治利益，他们只在乎自己可以去啊。这个骂韩国瑜，然后呢蹭一些声量，然后呢选他的议员哈。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今天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哈，不管是高雄被人家之前有所批评，好说是这个治安的问题，还是现在天坑的问题，啊，就是 We don't care 高雄这帮人，他们是罪魁祸首嘛。这些人他每天不去看，你看政治人物哈，对于公共事务是他有一个正向的一个。责任的，
它是应该要让社会呢欣欣向荣，在很多事情上有所讨论。这些人不是算了吧？这靠这些，你说靠 WeCare 让社会欣欣向荣啊？这些人每天就是看着自己的利益，然后呢，让一些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民主国家慢慢会走向这个极端吗？嗯，就是 WeCare 这种人太多。然后知识分子是觉得说，哎呀，政治怎么这么的乱，政治怎么都是这种卡桥，然后就不愿意出来投票，然后这种人就越来越横行。嗯，其实这就是他们的利益，他利益的所在，他们希望的就是这样子。你觉得他很荒谬，对不对？他故意就是要荒谬给你看。嗯，他越荒谬，他的政治利益就越高。所以他去找。